刚毕业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，天天都在画，因为我是美术老师啊，我必须得画，什么内容都可以画呀。平时学生要求画什么，我就尝试着去画。主要它是明暗对比比较强烈，简单的话可能几分钟吧。那复杂的如果是写实的方面可能要两三个小时吧，他们都很喜欢，他很喜欢我的课。